耽误大家。欢迎各位的光临和收看，我是李勇，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欢迎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非常六加一呢，愿意和大家保持一个积极的互动，可以登录中国网络电视台。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梦想或者愿望的话呢，可以发送短信给我们。全国的手机用户编辑短信发送到10669999081，10669999081，说不定呢我们就能帮到你的忙。感谢呢罗西尼表业对本环节的独家赞助。来，现在我们从电脑储备当中呢挑选出十位朋友的电话号码，要跟他进行电话互动。来，准备准备准备，就。行。好，感谢这十位朋友对非常六加一节目的支持。那马上呢我要打电话给你们啊，尤其辉哥你们很清楚，如果电话接通之后吴响您不接听，或者是彩铃呢在我们规定时间内您要不接听的话，很抱歉，您和幸运擦肩而过了，幸运将回到我们现场朋友的头上。特别要感谢罗西尼表业对本环节的独家支持。连接第一通信息呢，来山西00070，他也叫李勇，终于鼓足勇气给你发了条短信，需要一辆电动自行车。喂，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我是李勇。哦，你是李勇，你好，我也是李勇。对，您是当真的还是这给我开玩笑呢？啊，你是李勇，我也是李勇，我这天给你发了个信息。不是，你真叫李勇吗？真叫李勇。也是这个口勇的勇。是，李姓李的李，木字李的李。我没说我没听我爸说我有个弟弟找不着了。啊，开玩笑了啊，开玩笑了。需要一台电动自行车，对不对？你很幸运，老李家的人都很幸运。我跟你讲，十颗金蛋你是第一颗选号的，一到十号十颗金蛋，来任意选一个号码。选一个九吧。恭喜李勇。那没有问题，电动车呢由非常六加一送给你，我们就会随时跟你保持电话联系的，有机会我们就见面好吗？时间关系挂线了，再见。联系信息来自江苏，手机尾号是16222。和女朋友相爱11年了，为了和她在一起呢，她女朋友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想要结婚了，想带她回北京拍照婚纱照一下。爱了10年了，两想没爱够，三想。6410。来，这位大姐，欢迎这位大姐光临非常六加一，来任意选择一个号码告诉我们大家。五吧。五号。恭喜您，罗西尼手表一块。甭管罗西尼的表情是，赠送您一款罗西尼光电能电波手表一块。光电能电波手表，恭喜恭喜！谢谢连接。信息来自重庆，手机尾号是7437。家在农村，夏天生火做饭特别热，想给妈妈送一台节能电磁炉。倒是没接通呢，楼上正忙着拨电话。计时。喂喂喂，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我是李勇，你好。哎，勇哥你好。你好你好，周末快乐。哎，我怎么那么幸运吗？你很幸运，的确你很幸运，不错，你很孝顺啊，希望给妈妈送一台这个避免夏天火烤的这个节能的电磁炉，对不对？哎，对对对。你怎么称呼呢？
啊，我姓杨。小杨，小杨现在可以进入选金蛋了。一到十号十颗金蛋，除了五号和九号牺牲以外，剩下都还健在。您任意选择一个号码，小杨。啊，我选六号。六号。好，感谢小杨对非常的加一节目支持，没有问题，要再砸开。节能的电池呢，由非常六位亲友嘉宾送给你的妈妈，我们会随时给你保持电话联系的，祝你妈妈身体健康，你的工作也顺利顺心，好吗？别关机，再见了，再见，联系。山东，手机尾号是0385，他爸爸是一位老司机，因为他爸爸文化水平有限啊，所以老跑错路。GPS 导航仪，这个借口也太勉强了吧。喂，哎，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我是李勇，你好吗？啊，客气，好，客气，客气，怎么称呼？免贵姓张。啊，张先生啊，你爸爸是一位老司机，为了不走错路，你希望有一台 GPS 导航仪，对不对？对。好，张先生可以选择金蛋了，序号一到十号，十颗金蛋，任意选择一颗。选八号吧。感谢张先生对非常六加一节目支持，没有问题，八号蛋砸开之后，金花世界今天导航员由非常六加一送给你，我们随时给你保持电话联系的，周末愉快，再见，连线。江苏手机尾号是9852。他有个可爱的女儿，他想要一个音乐电子宠物系统，啊，满足女儿的愿望。他不接电话的话，自己给女儿当宠物去啊！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六。感谢光临非常六加一，反正就十颗金蛋，金花越多呢，后面的空蛋几率就越大啊！您慎重的选择一个号码，砸蛋有风险，选号需谨慎啊。二号，好，来。非常感谢您帮助我们排除了一颗空蛋，谢谢。我都说过了吗？砸蛋有风险，联系。继续来自北京，手机尾号是2139。他要快过生日了，在北京没有亲朋，希望能送他一个奖呢。潘文正，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欢迎光临非常六加一，砸蛋有风险，选号需谨慎。好，知道了。请把您选的号码告诉我们大家。十号。哎，您慢点。恭喜你，荣幸得到一块，谢谢。他离地的吧，他是。挠的，刚才那不是选砸哈，再见。继续来自内蒙古，手机尾号是0647，工程技师，每天都在工地上，很少回家啊，希望送给家人一台太阳能热水器。一下，行行。
迎光临非常六加一。现在请你选择一个号码，把你选择的号码告诉我们。4号。感谢，又帮助我们排除了一颗空蛋，谢谢谢谢，再见。广东手机尾号是2856，他同老婆结婚一年多了，连结婚戒指也没送他一枚，嗯，惭愧，想送一枚结婚戒指，纪念戒指。开始了。喂。喂，哎，你好，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我是李勇，你好吗？哎呀，勇哥你好，你好，客气客气，你好，请问怎么称呼？哎，我姓鲁。鲁先生，结婚一年多了，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啊，为了纪念结婚周年，希望给你老婆送一枚结婚的纪念戒指，对不对？对对对。你为什么不给你老婆买一个，让我要送？喂。哎，你为什么不给你老婆买一个，让我送啊？哎呦，这个东西，这个我要借你的光子啊！啊，好好好，那如果待会儿砸开金蛋就有金花的话呢，一定要告诉你老婆是我送的，好不好？哎呦，好好好好好。好，来，选择金蛋，现在三选一，一号、三号和七号。一号、三号、七号啊。对。选三号吧。三号啊。对对。感谢您对非常六加一节目的支持，没有问题的结婚纪念戒指由非常六加一送给你的老婆哈，我们会随时跟你保持电话联系的。祝你们白头到老，新婚周年幸福啊！别关系，挂线了，祝你亲密吧，再见。别谢，别客气。信息来自河南，手机尾号是6217。家人都喜欢喝豆浆，喝豆浆跟我鼻子和下巴有什么关系？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就是您。来，欢迎光临非常六加一，二选一，选择一个一号和七号。一号。快罗西一手表，谢谢。连线，新疆，手机尾号是0322，要搬最近的搬家苏州，想要一个电压力锅，你大老远了，电压力锅。磕金蛋了，来，罗西一手表一下问题，谢谢。那我们砸蛋环节在到这就告一段落了。如果大家有什么梦想、前往和愿望的话呢，可以发送短信给我们全国的手机户，在并且发送到1699996081，兄弟们，我们就会帮你忙。首先感谢罗西一表演的独家赞助，不要走开，正在播出是非常六加一，我们马上。本节目再次向光临现场的观众热烈的欢迎！今天依然是小主人公占据非常六加一的梦想舞台，来实现他们的才艺梦想。最终由在座的各位，由你们选出一位非常明星。如果哪位小主人公是非常明星的话呢，他将获得为他量身打造的定制的金立 M100 音乐机。我们现在就来一一的了解和认识他们。首先呢是一号小主人公，
我们有必要呢先透过一个小短片来了解一下老伯。我叫邱梧桐，来自河南郑州，他们都叫我梧桐先生，大伙都实在太佩服我了，因为我小提琴十级，拍过电视剧九集，当班干部八面玲珑级，普通话业余七级，河南话传音六级，唱歌五音都全级，玩王牌四海无敌级，每隔三分钟就让我妈上火着急。一点不二，最重要我还是帅哥一级，我就是自信的邱梧桐。来，我们掌声有请一号主人公邱梧桐。来到非常六加一，来，六叔叔好，大家好，客气客气。邱梧桐同学来到非常六加一之后，他非常自信的告诉我们节目组，做男子汉最重要的就是要自信。告诉大家，凭什么你那么自信？刚才短片里面这个第一啊，这个那个这个、那的，凭什么呀？因为我会做很多东西，会小提琴。钢琴、唱歌、跳舞、变脸、魔术、主持，我还是我们班里面的纪律委员、领操员，而且我还很帅，所以我很自信。那我就给大家伙爆爆料吧，邱梧桐同学，变脸是吧？在班里面表演，嗯，据说有一回这变脸。一不小心一把六张脸全给撕下来，有这事儿吗？那次是因为我妈没给我粘好，那次失误了。哦，有原因哈，有原因。会变魔术是吗？然后呢，告诉同学说是能把一个硬币变成俩硬币，最后呢满地找硬币。那次是因为早上吃油条没洗手，所以硬币一不小心从手上滑下来了。这孩子的理由挺多哈。刚才说了，放在第一位的你最看重的也是你们班的纪律委员，对吧？啊。你知道你们老师为什么封你当纪律委员吗？因为你过去盲目自信，为了让你自我约束，让你当纪律委员。我后来又遵守纪律了。是我们班的榜样啊！你要给他戴高帽啊！你想，你要说我是中国最好的主持人，那我肯定表现特别好。戴高帽，不敢出错啊。还会小提琴是吧？嗯。怎么着，给大家秀一段小提琴？啊，等一下，我拿小提琴啊。拿琴。哟，小提琴拉那么好，还看谱啊？我把琴谱给你，这张曲子我都会，你随便点。随便点啊哈。我没见过琴谱第一页这个，够自信。你要看谱吗？那把谱子给我转过来让我看看。
就是说我给邱梧桐同学当回普照。行，但我还是那要求哈，节目时长有限啊，你就不要拉太长了，就这个吧，八月桂花。怎么没完就咔就没了呢？你不是说时间有限吗？你拉短点，让你多剪几种。有限也不能太有限了哈。来，这个青春舞曲。客观讲哈，不错，能得80分。但是你刚才那个表演啊，那种表情啊，那个追着谱啊，不看谱啊，那个嘚瑟劲儿啊，80分。但是呢，在《非常六加一》这个舞台上，最好是100分。那我换个别的表演，你一定会给我打100分的。那你先说说什么表演啊？其实嘛，我和你的职业，有点相同吧。你说明白什么意思啊？我也是主持人。一山不能容二虎啊！既然来到非常六加一呢，这应该是我的场地是吧？嗯。那咱们就秀一下主持人，但是我还是有要求，邱总，主持人最根本的一个就要张口就来。可不可以？可以。看这哥哥戴着眼镜，你现在批评哥哥，您一定是小时候没保护好眼睛，所以长大近视了。还有你胖胖的，一定是每天都在喝啤酒，不自觉。头发好长啊，一点都没有男的汉的气息。什么意思啊？这人，你说谁呢你？我看出来了，他把老师批评他的话全盖咱俩头上了。但是平心来讲啊，这张口就来也不容易，我是绝对是现找的。还有个哥哥，这个是李永叔让批评你啊，不是我要批评你啊。我刚要说要表扬你一下，你跟拆台啊，你这样，这个在主持人这一行呢，其实你还属于晚辈。那我能不能做你徒弟呢？你当然可以。我从小就特崇拜你，想做一个主持人，我是看着你的雕塑长大的。雕？不是，这孩子有点离谱。你在哪儿见着我的雕塑了？就在我们的小区里，
长头发瘦脸。我看看你什么雕塑。我连照片都带来了。拿来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雕塑去他们小区了。他的名字明明就不是我嘛，人家贝多芬，贝多芬是搞音乐的。是你，和你这么像，贝多芬，我又没见过这贝多芬，啊，他又不经常上电视。贝多芬已经去世了，他上电视，咱俩在哪？太可怕了。你这样，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嘛，和你长得这么像。那我好像这个男怕选错行了。你答应做我师傅啊！啊，我做你师傅，但是接下来呢，你要为大家表演，对不对？对。啊，作为师傅的话呢，不能徒弟不能给师傅丢脸，对不对？对。好，给大家送去什么才艺表演？龙的传人。你们联想一下。刚盼着贝多芬上电视，就给师傅争光，就唱《龙的传人》。好，那现在小洋人梦想舞台，邱武东同学，就交给你了。师傅祝你好运，师傅照片替你先保管着，好吧？好。龙的传人。先透过一段小微信儿，先来了解一下他，导播。大家好，我叫敖甲佩刀，四个字的名字。
来自山西太原，我今年5岁了，我和妈妈姓赵，但是爸爸也非常的爱我，他带我学很多的东西，我最爱的是街舞，我会很多高难度的动作，哟哟哟哟，我是热舞小子好假佩昭。来，我们掌声有请二号主人公好假佩昭。And bigger, come on, let's do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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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hey, b-boy, hey, b-boy, and bigger, come on, let's dance, that, taste that, chase rap ill. When I rock that, I do bills. When it comes to rhymes, my mind never rests. You can say that I'm spiritually blessed. Yeah, every time that I'm at a vest. When I step to the mic, get it straight off my chest. There's no time left. Hip-hop's dying. Can't you see that mother hip-hop's crying? Yeah, I'm trying to move to Zion. Spit rhymes off the door now without trying. When the record come out, you should be buying. Supernatural, shattered the visual that gets lyrical. Put a crown on me cause I am imperial. I should have my face on front of a box of cereal. Freestyle crunchies for when you get the munchies. This is for the children, this is for the child. The way that I preach the style. Put大家你好，欢迎好假佩昭同学呢来到非常六加一。李老师好。你好你好，你头汗哈。我早就想见到你了。我也特想见到你。好假佩昭，咱们就马上进入主题。你认为作为一名男子汉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是勇敢了。勇敢。你是不是特想用这个刚才我们在卫星二和你现场的这个才艺，就是说这个舞蹈这个高难度来证明你的勇敢？是的。有没有这个难度极高的来证明一下你如何的勇敢？你随便考我，是难不住我的。我做个高难度的动作。好。谢谢。玩体操的这个哈，来，你练这个街舞多长时间了？也不算多，也不算少，3年。三年，还得不怕摔，就是勇敢啊！哎，我刚才在短片当中看到最后一个镜头呢，你是戴着头盔那个戳在那。对。刚才一出场的时候呢，我看你的头盔转得挺好，你要不然待会儿给大家伙儿转一下。行，没问题。咱也别多了，咱来100圈。这么简单，还想难住我？要不这的吧，我转100圈，你就转1圈。转1圈，能吗？你要不戴帽子能转100圈，我也敢转1圈。你把你的帽子拿来吧。拉倒吧，我这你看他这帽子，首先你这怎么一块钢板啊？对啊。这怎么回事啊？这是我以前练头盔练的时间太久，然后这块给磨穿了。然后爸爸又拿了个铁皮给我捅了一下。哦，今天我要问一个问题，这个100圈啊，能不能要给我们这个地板上钻个洞？不知道，反正是你让我钻的，有个洞也应该与我无关。咱这是要他转100圈啊，还是要这几块玻璃啊？啊？100圈，行了，玻璃钱我出了，来。100圈啊，行就行，不行你就停下来哈，我们一块数着，开始了，数着。
九八七六五四三二停。这买一送一啊，赚一百圈还到着金圈啊。没啥问题吧？真爽。咬着牙说真爽啊，头发都塌下去了，刚才是怒发冲冠滋着的，够猛，佩服，勇敢。这个但是我能让我说实话吗？能啊。你那是街舞单调吗？我不就说吗，接下来呢咱们继续考验一下你的舞蹈，有信心的话咱们就考，没信心拉倒。有信心吗？有。好，我请现场的一位任意选择一位我们的今天到场的这个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唱一首歌，你根据歌词的内容啊，你做动作叫歌伴舞。好。你都没底气行吗？行。谁会唱歌？明白呀。阿姨唱什么内容你就得做什么内容的，这个啊，到前面去点啊。什么歌？小白羊。好，没给你唱水牛就不错了哈。来，小白羊有请。一颗呀小白羊长在哨所旁，根儿深杆儿壮，守望着北疆，微风吹吹得绿叶沙沙响，哦哎，小白羊小白羊跟我一起守边疆，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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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小白羊小白羊也穿绿军装，跟我一起守边疆。还是街舞那范儿，幸亏的他的调门比较高，你看他那几个动作之后呢，他如果调门一下来再垮，他就给你扎那儿了哈。行，感谢你，谢谢谢，勇哥，我唱的怎么样？谢谢，非常好，我能报名非常六加一，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行啊，你这是这个小白羊啊，还是小白羊树上养了只猴啊？总而言之还是不错。那这只是一个引子而已，其实呢这个郝贾飞昭同学啊，他有很多的事情啊，可能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都是应该算是挺大胆的。我们有个照片大家来看一看，郝贾飞昭告诉大家，这是跳水是几米跳台？三米。三米跳板。刚开始学的时候害怕不害怕？怕，但是看见别的女孩都敢往下跳，我男子汉我怕啥呀我？别的女孩都敢往下跳，所以你就不害怕了？对。我这里有一块奖牌啊，让郝贾飞昭同学呢给我们讲一讲这块奖牌的来历。这是什么比赛啊？这个是跳水比赛得的。啊，是跳水比赛得的。对。上面有字哈，山西省青少年比赛。我这分不清这是金牌银牌还是铜牌。铜牌。铜牌啊，第三名。当时有很多小朋友参加吧？对。但是铜牌也不容易，值得鼓励一下啊。我听说你当时不光练跳水还练其他的，这跳舞之类的。对。而且是你爸爸一直陪着你练跳水，陪了一年多。对。弄着你父亲呢是基本上没有时间工作了，就老照顾他了。你觉得你父亲辛苦？辛苦。你父亲如果那么辛苦的话，那其实郝贾飞昭呢还是挺懂事儿的。他最终呢，他做出了一个选择，他放弃了跳水，选择了跳舞。按理说跳水从他这个年龄和得的这个成绩，相当的有潜质了。为什么你要选择了跳舞而放弃了跳水？因为跳舞我已经成队员了，也不用花钱了，可跳水还得花爸爸妈妈的钱。
他们很辛苦，所以我放心里快乐。哎呀，我真羡慕你爹呀，哈，我要有这么个儿子就好了。也为你的父母感到欣慰，但是毫无疑问呢，好家黑昭同学呢很勇敢，他勇敢的选择，勇敢的放弃，够标准。那接下来好家黑昭同学为大家带来什么才艺展示？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我的嘻哈》这一首歌。好，那现在小摇人梦想舞台就交给你了，《我的嘻哈》。好，所以现在要向山上你们画上。